Hello 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。今天是2月2，我跟玫瑰姐整这么大一桌子好吃的，我们仨庆祝一下2月2。过了2月2之后，这个年儿啊，算是彻底的过完了啊。来吧，开动吧，开动，喝什么饮料？来，哎，我要这桃的，嗯，你要啥呀？啊，啤酒啊，我来啤酒。你喝哪啊？喝白的，白的呢？嗯，白酒。可以。这个小饮料是不是都喝完了？过年我跟玫瑰姐。囤的饮料，哎呀，又囤的肉啊，这下可差不多呀，都打扫利索了。嗯，来，先喝一口。哎呀，我都先喝了。节日快乐，小白，节日快乐，龙抬头，今天是。嗯嗯。吃块猪头肉，吃吧。今天必须得吃点猪爪、猪头肉啊！来吧，上。嗯，上，玫瑰姐来。哎哎，小心袖子！哎呀，这脑袖子呀。大猪爪，转一圈。软烂，非常软烂的，是自己家做的。我也来一个，倒口猪头肉，再吃大猪爪。嗯，挺大火，吃蒜啊。嗯。熬一天一宿。嗯。真说这猪爪酱的够味儿。这是老爹托朋友做的，本来我们想自己做的，正好那个我老爹的朋友家做，一块嘴就做了。嗯，好吃吗？这个好吃，好吃，软乎。嗯，这也搁那火，浇点蒜，搁那火烤。嗯，你就说你懒，不愿意整，咱做不好，这样的味儿不行，就挺好。嗯，不愧为那什么呢？厨师，厨师啊。嗯，香。嗯。哎，猪爪哪儿肉多来着？我记着。我啃着都手指头，筋都是筋。我咋觉着有块有肉的？嗯，因为吧，我不咋吃猪爪了，很少吃，就过年的时候能吃点。哎呀，哇！咱买猪爪挺大啊！哎呀，这筋，看这筋。你咬动吗？嗯，行。嗯，别硌牙啊。我牙都咬动了，嗯，够烂乎。喝口酒，嗯，来吧，嗯，喝一口酒，嗯，高兴过节了，嗯，没我事儿，嗯，嗯，哎呀，哎，我爸那大白酒啊，就像我鼻子一溜烟那味儿，吃蒜了吗？那是白酒，没事，药酒吧。那不吃呢？你吃呗，你咋能隔路呢？人吃说你不吃，哎呀，不吃一会儿没了啊。行，你俩人坐着。一会儿你再吃口猪头肉，要瘦的吃。嗯，猪头肉你吃肥。哎，你看，我就记得说，就是猪爪上有肉。反正是。因为我记错了。嗯。一般没。嗯，我们一样能吃到肉的。嗯。整点一咕噜一咕噜小骨头，咋的？呀。主动啊。呀。嗯，你不管叫大傻子吗？什么呀？这你不能吃，那你不吃，这个你不可以吃啊！哎呀，嗯，早晨不喂他们三个虾了吗？嗯，哦，嗯，大咪可逗了，他管大虾叫嗷，吃嗷，一整吃看着虾就嗷，一说吃啊。啊，赶紧的，那眼睛马上就像人类那种感觉。大咪，咪啊，嗷呢？今天晚上没有嗷了啊。妈，那玩意儿跟着你跑了。嗯，我家过年整点虾，哎呀妈呀，俺们仨谁都舍不得吃。嗯，惯着一圈子，照虾饼。呀，你看我不爱吃虾，蘸点东西。不用，这虾饼挺好吃的。嗯，我愿意蘸那啥，蘸那个沙拉酱或者是蜂蜜芥末酱。一会儿再喂猫吧。嗯嗯，完叫了。他一看，他爸咋在那晃呀？嗯。这你放出来就上桌子上了。你往上蹦，你那小崽儿。嗯。弄块排骨。哎，我给你找一块那个带点肥肉的吧。行。嗯。
这块还行。嗯，你要点带肥肉香。嗯，我找一块那嘚瑟的那样似的。哪有？我看看啊，这是带肥肉的。晚上蛋你比成那样。嗯，困了。嗯。嗯，好香。大排骨，玫瑰姐炖的。哎呀，妈缩腰呀。多多吧。小白蒜。今天晚上那灯笼点完就撤了吧。嗯。今天最后点一天。嗯。蒜呀。蒜。嗯，这谁的猪手指头怎么跑蒜里了？我放了，掉了。戴手套太滑。今早想买猪头肉，哎呀妈，俺俩整那老鲜呀。嗯。这一过节，肉啥就长，啥都长，菜也长哈。嗯。过年过节就贵。我这块吧瞅着大，没多少肉，你看这么大一块骨头。嗯，行。这点还又整出来了，你瞅着啊，猫。嗯，多能吃啊。嗯。好不好吃啊？嗯，行啊。嗯。虾片儿，咋不造是虾片呢？哎呀，嗯，真脆！你看猫多坏，开始噪音干扰了。你要不不让出这去霍霍，对，就霍霍。你听，你听，那个猫笼子底下吧有个盘儿，那盘儿一碰就哗啦哗啦响。来气了，嗯。你们吃饭的给我捐上了，他这做的跟这卖的差不多的。嗯，半条块瘦的猪头肉啊。嗯嗯。哎哎，瘦的。至少大米那里头有这么多。嗯，能照着吧？大米咋的？大佛似的吧？大米啊，大米啊，你不开心呐？大米啊，瞅瞅你手。没有嗷，今天没有嗷，啊，没有嗷，干什么啊？都过来，全上来了，干什么啊？不能吃，不能吃，我夹子呢，夹点这个山野菜啥的。嗯，咋了？嗯，这山野菜真好吃。来解腻，啊、嗯！你吃口饭，好好吃的。嗯，来找口饭。你又吃饭呢？嗯。吃菜就得吃点饭。嗯。没有姐，咱俩就吃饭了，完吃吃就下桌了。嗯，我给你加点这个来。嗯。这小夹老好使了。嗯。这夹，来再夹点，不够。哎呀妈，够了。嗯，麻辣味干肠。炒的大辣椒，哎呀，嗯，妈，那你不可以吃的，多损。嗯，干肠跟大辣椒炒一起特别好吃。今天你们都吃的啥呀？都，嗯，给你加点番辣椒。我说干肠炒核桃豆儿好吃啊。嗯，这玩意儿吧做的感觉跟三婶有点雷同哈。没有啊。嗯，这不三婶也做这个了，三婶也做这个了。那就吃二元二猪头。嗯，干什么啊？给你一块吧，给一块啊。能能吃你都给。给一块。瘦的。给一块，一人给一块啊。哎，灰灰一块。壮呢？妹妹呢？妹妹呢？妹妹给一块肉，哎，别扒了我胳膊。你这块好像肉挺多。嗯，吃吧。嗯。
大菜排骨吃多少顿？嗯。哎呦我吃了，哎呦我去，噎！哎，快快快！憨吗？哎呦，我噎死我了。嗯，你看那白的又往前上呢，快点！啊，肉太多了，你咬的。嗯。下完了一个。嗯。嗯。这有烤，一碗烤红肠。搂着饭。和菜呀。嗯。谁呀？上手了？大花。这些好多点心啊，嗯嗯，照着香啊，他说挺挺辣，嗯，弄点花生米，嗯。